我来了，啪啪啪！哦，出红，我操！裂开，我裂开，出了两个红，两个变态，我裂开大脚和响尾蛇，变态，不要讲了，你是个变态，我裂开两次，我裂开了，截图发，三满了吗？四条怎样？我看看，垃圾四条，一。主塔垃圾，咦，其他强盗出了啥？我猜，恐怖动物。哎，那算了，我不是给你一个了吗？那没事了，那没事了，那没事了，那没事了。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鼠疫！天哪！啊！疾管局掉了一个鼠疫。啊！你是什么妖怪？你是什么妖怪、啊？来，斯特金，送你们鼠疫。有了。我要我要我要我来我来哇 nice 新鲜的鼠疫没得打了我舍不得开箱子啊开吧开吧板动开吧开吧开吧哎算了开了一样哇金色出了吗不可能的，出了四十级幸运人，我的天！看我说的嘛，炸了！我说的嘛，猜猜我出了什么？一道红光闪过，奇特手套。来把无情啊，小兄弟！哇，你都三十五级了，挺快的嘛！来三十二万经验值到手。哎，你无情了，靠！哦，不错，我出无情了，我感谢感谢感谢！哒哒哒哒哒哒！哇，我待会截图发群里。不截图的，等维护我再发群里再。来打，打完他，打完他。我人傻了，不应该是我的吗？什么鬼？什么鬼？还真出无情了！哎，六十一级了，六十一级了，我看一下。哎，响尾蛇。啊？你我拿到武器，你拿到响尾蛇，你有吗？扔地上了，我都。你是已经有响尾蛇了吗？哦，没有，再给我扔回来。我是让你看一眼，我掉了。好吧，五三幺点，五百三十一 K。快卡，快卡，太舒服了。等，响尾蛇会随机标记一名敌人，然后呢，会击中该敌人会消耗标记，并保证20%的伤害和暴击加成。你不会知道我拿了什么东西出来。哇哦，变色龙，哦。哦，奇特武器变色龙，这个，哇哦，突击步枪，这个是突击步枪，54，攻击头部34次可以获得20%的暴击概率和50%的暴击伤害，持续45秒；攻击躯干60次能获得80%的武器伤害，持续45秒。哇哦，60次，我得截图一下，我拿到了。40级的变色龙，对，惊了！哎呀，我的天！但是他那个伤害好低啊，为什么？才54.7K，我另外一把 famous 他900，他本身的白质就不高，然后奇特现在是随机数值，啊，好恶心啊！